有机苦瓜园区，有机的苦瓜农业区就对了。欸、给你偷摘一颗来试品尝看看，可以吗？可以摘起来直接吃了，第二口就不会了。切切切！哦，观众朋友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它这个汁快垂下来了？嗯，这个我们的这个甜度哈、哦，是4到6度。4到6度，一般的是2到3度哦。哦，所以我们本身它也有苦瓜素在里面，可是又不苦，又可以退会。然后重点是它又是安全无毒有机，所以我们只能跟你们说，云林的农业真的是超厉害的啦。